要赶快好起来，我们才能一起唱歌跳舞啊。对啊，我等你起来。我很快就能再跟你们一起唱歌了。对啊，墨雪好好养病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明天还要上课呢，就先让墨雪好好休息吧。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墨雪再见。拜拜。妈，你想唱歌。可是医生说，你现在只要大声说话，就会吐血，更不能唱歌了。好喜欢。妈，吐血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我知道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妈，你不是说过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我剩下的时间，就让我好好享受。好吧，你会答应我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嗯。然后起来一下。一寸光阴一寸心，一朵昙花一朵雨。孟雪，孟雪你怎么了？孟雪，就叫你不要唱歌了嘛。让我唱完哦。就别唱了吧，等你病好了再唱，你不急啊。嗯，妈，你说我的病会好吗？会，我一定会好的。